主料花生仁500克，辅料盐4克，大料2克，香叶4片，花椒10粒，桂皮1节，泡椒10枚，干红辣椒1个。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花生米浸泡一夜，洗净，入清水，准备大料，花椒、桂皮、干红辣椒、香叶，将调料放入锅中，加适量的盐，花生煮熟后晾凉后放入泡椒，入烟泡和盖子，放入冰箱放置一晚上。泡一夜后的花生非常入味，开胃好吃。烹饪技巧，喜欢吃辣，多放几个干红辣椒也可以的。花生煮之前泡一夜，洗净再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